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的 Marcus， 我今天来到调景岭站这边，为大家介绍地铁上角屋苑都会站一间实用面积629尺的三房套房单位。这个单位呢，间间私正实用，来龙企理，最啱就买来自住或者投资收租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带大家看看今天的单位。首先入大门口位置，可以见到客饭厅部分，长形直厅设计，间隔宽敞分明。单位景观外面主要望翻内园景观为主。而家从露台的方向望翻饭厅的位置，非常之阔落，摆放一张六至八人餐台都冇问题。旁边是厨房 ，U 字型设计，厨物空间充足。第一间睡房是正实用，洗手间原装收楼标准。第二间叫睡房，而主人套房亦都空间感十足，摆放一张五至六尺双人床都冇问题，旁边更加设有衣柜位，主人套厕。好啦，咁今日要介绍嘅单位介绍得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对单位有兴趣，欢迎直接打电话俾我或者 WhatsApp 我约我睇楼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